你冷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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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我们也有报警。事情发生在周日上午7点多，邻居发现有人在打架，紧急报案。警方事后了解，女子跟两名男性朋友聚餐，而她林姓正牌男友以为女朋友被前男友给带走，冲到现场要救人，把聚餐的友人误认是前男友，大打出手。哎，那真的在打架，看到拿棍子，两个男的互相拿棍子打吗？对。林男误以为女友张女身旁是男子陈男李男，是前男友。进而双方造成误会，互相拉扯。四人被带回警局打架，三人互不提告，但警方仍以违反社会法法办。男子以为女友被前男友带走，冲到住处，发现旁边还有另外两名陌生男子，促进大发出拳斗殴。女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笑到哭了。三立黄志忠、洪淑珠高雄报道。